夏夏，对不起啊，我来晚了。你怎么才来啊？电影都散场了。有个紧急手术，没想到会这么久。没关系。这样，我去买下一场的票。不用再买了，这也是最后一场了。而且这个点再不回家，老林又要飙了。 对不起，我现在总算体会到了。体会到什么？跟医生谈恋爱就是随时寻找失踪人口啊！回家吧，走吧。等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他只是工作比较忙，没有放我鸽子。 帅吧，长得，拜拜，拜拜。